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Hey， 大家好，我是欧感笔电 Piggy， 桃力佩佩猪又出了一个新的章节了，叫做 Distorted Memory， 扭曲的记忆。它其实是在讲乔治猪他的噩梦。哎，这一章有趣的是，你看它会在第十二章出来之后，这一章就会消失掉了。它是限定可以玩的，所以说我在每天发布的时候，你们可能就看不到这一章节了。我们就来看看乔治猪他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吧。What a nightmare, Penny, you awake? 原来这一场全部都是一场梦吗？ Penny? Penny 就是那个 Pepe Pig 啊，但是因为有版权问题，所以他们不能叫做 Pepe Pig， 就改叫 Penny。 Where did Penny go? 然后呢，我们这一章扮演我们的角色是乔治猪，看起来很忧伤的乔治猪。这张地图有点像是第一张，但是其实很不一样，因为这是乔治猪的噩梦。They were fine when they came back, but a few hours while you are asleep, something came over them. They weren't the same. 他应该就在讲那个像是，哦，等等，他就在讲那个乔治猪他们的家人去了 Mr. P 那个实验室，然后做了一些实验之后，他们就变啊！他们就变得不一样了。抱歉，抱歉，抱歉。我这张听说好像有点难，然后我现在是一个人破。蓝色钥匙我记得是在阳台外面。OK。这张它看起来很像第一张地图，但其实好像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一个人破？是因为我去了好多个伺服器，然后结果都没有人想破 Distorted Memory。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觉得太难，还是怎么样？哎，这边刚好橘色钥匙，开启这边，好，太方便了。OK。而且我从来还没有破过，但是我看别人破过，所以看起来就很难啦。绿色钥匙原本来说应该是放到那边，这边的门嘛。OK， 好，去这边。最主要是看他这个剧情怎么样了。听说结尾有蛮劲爆的剧情哦，所以记得看到最后哟。Oh my god， 不怕啦！而且我听说这些都是他的家人哦，还蛮残忍的啊，妖兽嘞。他这边就地 ，Oh my god， 那边就一个洞。哎，我可以从其他地方上去吗？还是 Oh my god， 他说你看，他就直接卡在墙壁那边等我。哎，可以不要当 camping 的猪吗 ？Hello， 我们 OK 吗 ？OK 哦 ，OK， 那我就走咯 OK 啊，他掉下去了，白痴，小笨蛋。红色我记得是在这附近，好像在这附近吧。我可以从这边下 ，OK， 在这边。他。一层楼的话就不会有掉落伤害。啊！避雷！像这张 Distorted Memory， 刚刚梦醒来，对不对？你知道吗？是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乔治猪的时候，乔治猪第十章之前呢、啊，乔治猪不是一直在百货公司吗？这个剧情可能是他在百货公司里面睡觉的时候梦到了一些事情。原本一开始这整个配备做剧情是我们的警察吗？然后我们要去找乔治猪，因为乔治猪消失了，所以我们去他的家找，结果但是他家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一只很恐怖的怪兽。这一次忘了，我觉得会破，不闹了。绿色钥匙到底在哪里？你们也知道在哪里，我们就去破吧。看看这个乔治猪，这个、最后结局会怎么样 ？OK， 红色钥匙记得是在二楼这边，二楼个特殊区域，然后直接跳下去，开启他们的监狱的地方。这监狱。为什么他们家楼下会有监狱？哦，没有，这是他的。哦，你看这个穿过去还有这种红色的感觉，这是他噩梦了。所以啊，在噩梦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为什么我还是会被吓到啊？好恐怖、哦！我保证我没有在装。等一下我们可以慢动作重播刚刚的画面，我直接360度转一圈。被吓爆了！哎、欸，等下现在没有三楼 ，OK， 锤子在这里，完全被吓爆了，你知道吗？天哪，一个人破真的很难，但不是不可能啦！我告诉你们各位，我的扳手来了，扳手在这里。Oh my god， 可以不要偷窥我洗澡吗？不好笑，拜拜，妖兽。等下 ，wrench 是在这边 ，OK， 还有大门那边 ，easy。OK，
那面有一个玩具感觉。OK， 再来是大门，拜托不要突然出现，我现在超怕，我现在要小心一点了。OK， yeah， 哈哈哈，拜拜，拜拜。我超怕他突然跳下来，你知道吗？超恐怖的。Oh my god， 这是死路吗？你在开玩笑吗 ？Oh my god， 我扳手不要接近我，哈哈 ，Pro gamer move， 哈哈哈，没有在怕的咯。哦哦哦，盖你们了，哦哦哦，他现在没有三楼，三楼去不了。OK， 紫色钥匙，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用得到，对吧？对吧 ？Gosh， 让我开这个，让我开这个。OK OK OK， 开起来了，开起来了。里面有猜应该会有木板之类的。OK， 他在那边，他在那边，好好好。原来这是一个手枪哦 ，OK OK， 很好很好，我看你不顺眼很久了啦 ，Oh yeah， 哦哦哦哦橘色哦哦，原来橘色钥匙在这边 ，OK OK， 三分钟下有点赶，但是我试试看，刚刚就是缺橘色钥匙了，橘色钥匙这边就可以开了 ，OK 快快快快快，然后我就可以把那个。用锤子把那个打开了 ，OK OK OK， 我现在拿到锤子了，拜托不要突然跳下来 ，OK OK， 啊，敲敲敲，敲敲敲，很好 ，OK， 我拿到一个哦玩具，很好，但我现在需要有木板，这个新的地下室 ，Holy，OK，、okay, 拿到木板了 ，Nice Nice， 玩具跟。黄色钥匙都在超级地下室，收到收到收到，快快快，下去木板，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破关了。两分钟很赶，但是我觉得我很强，所以我 OK， 这就叫做自信话语霸权。OK， 直接铺上我的小木板过去，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把玩具放上去。OK OK All right OK OK， 我的暴暴龙在哪里？我有点忘记了。不管了，先去超级地下室拿我的机器人玩具好了。在哪里？在这里。机器人玩具，不要抢我的玩具！不要抢我的玩具，这是我的，这是我机器人玩具。去楼上，去楼上，快快快！剩一分钟了，我觉得。哦，这是我第一次破美。Come on， 我们玩具可以放到一个那个好像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坟墓之类的吗？黑人抬棺材，祭祀坟墓，放个机器人玩具，跟一个恐龙玩具就可以召唤出来一个东西。三十秒，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算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啦！你要这恐龙玩具吗？给你啊，给你啊！这么想要这玩具就对了。他这只猪好像是角色设定是乔治猪的。表哥表姐还是外婆之类的，我不确定。哈哈，还是没有打到我到最后。OK， 最后一次邀请了所有的观众们加入我，好不好？现在观众都加入我了，一大堆乔治猪，乔治猪就是时代的洪流，未来的先驱啦，鲜蓝色的 T 恤配上一个丹尼牛仔裤，再配上一个憔悴忧郁的表情。时尚 boy 就此诞生。呀，这上面写什么 ？Now you relive that night every time you sleep. OK， 所以其实乔治猪也是蛮可悲的。他现在每天晚上睡觉都会重新梦到他这第一天晚上，就是他的家人都变成僵尸化的感觉了。刚外面这边有绿色钥匙，我看应该是已经有人拿，但他不知道放哪里。绿色钥匙，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Hello， 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哦，跟我来 ，KK97， 跟我来，跟我来，很好，很好，很好，不错，不错，跟我来，跟我来，就在这里，这边就是绿色钥匙的地方，没错，很好，你做的很好，红色钥匙，好，有人，哎、欸，我来拿，我来拿 ，OK， 回来，我来拿到了，然后这边就拿了个恐龙，不过恐龙现在需要有木板才能够用那个恐龙，现在我们就找木板在哪里，我猜。木板应该又在地下室之类的，但是我们先需要有橘色钥匙之类的。欸，橘色钥匙已经有人开了耶，但是这边什么东西都没有，该不会又有人？该不会是有人？就是，哦，你看，我超怕这个怪兽突然跳下来的感觉。我希望不是有人，就是拿着东西，然后不知道做什么，你知道吗？
谁拿了木板去放在二楼？前面的聊天室，救命啊！不，我死了。RIP， 很有画面哦。终于有人放木板了，太棒了。OK， 加油去拿玩具。我们还缺玩具恐龙跟玩具机器人。然后恐龙应该有人拿了，玩具机器人我都在哪里？在地下室那边，在超级地下室 ，AKA B2。我现在拿到这个机器玩具熊了，上面写什么 ？Where to, George？ 要去哪里呢？乔治猪，我们还想要去纽约玩的。我猜玩具机器人放到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坟墓的地方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拿到那个银色钥匙，我们就可以看到结局到底是什么劲爆的那一幕了，你知道吗？迫不及待了，只差玩具恐龙啦，谁有玩具恐龙？哦，有人说玩具恐龙好像在绿色房间，你是不是拿到了？我猜你是不是拿到了？刚刚那个，哦，没有，他又在射那个佩佩猪。等一下，不在绿色房间啊？那在哪里？不可能是刚那位玩家，因为他拿枪啊。没关系，我找看。Go go go go， 寻找恐龙玩具。OK， B2 已经清理完毕了 ，B2 没有恐龙玩具。我确定了，在 B1 的话也没有恐龙玩具，在一楼有没有恐龙玩具呢？最后50秒哦，终于找到恐龙玩具了！终于，他原来在蓝色房间。Oh my god! Oh my god! 终于找到你了，暴暴龙！最后30秒，来得及吗？最后24秒了，快快快！我要看结局到底是什么。20秒。我赶快贡献给这黑人抬棺材的棺材吧，给你祭品，给我炸弹，不是给我银色钥匙，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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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拿到了，快，八秒钟，七秒钟，六秒，五、四、三、二，三秒钟破关，结局是什么 ？Penny， there you are， is something wrong？Are you okay, Big Sister 大姐姐？你还好吗？为什么要离开 ？Wait, come back！ 我突然想尿尿吗 ？I don't feel too well。哎，截图。No。Not now。最后，他在这个百货公司醒来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但是。到底是梦，还是未来的预言呢 ？Piggy 全新的章节在第十二章出来之后就会消失掉的 ，Distort Memory， 关于乔治猪的噩梦，乔治猪的过去。我看到最后，乔治猪眼睛变得红色了，所以他有可能之后会变成僵尸化吗？我有听说一种说法是 ，Penny， 也就是刚刚那个 Pepe Pig， 就是乔治猪的姐姐，其实才是最后这一切的大魔王。因为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看到马铃薯先生其实。机器人化了嘛，对不对？他感觉原本也是就是为了要救大家，结果后来反而更糟糕了。所以其实最后大魔王有可能才是乔治猪的姐姐，你知道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先离开他的原因。但是最后乔治猪真的会变僵尸化吗？不知道，我们就只能继续看下去了。OK， 各位，那我看这差不多今天这一集的影片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好看的话，可以帮我点下个喜欢，然后订阅这个频道，非常感谢。那就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 我是看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